Come back.
干冰的口味换一下好不好？一点点有那个烤肉的味道，就是烤肉的口味的吗？哎，我不专心唱歌，有烤肉口味干冰。对啊，其实他不用那个干冰，那边那个味道已经是。啊，我就要。对啊，啊，这帮人是被当烤肉是吗？是领号码牌拿烤肉吗？ 是吗？不是啊，会不会是别的公司的？那为什么刚刚没有座位？站在那边，是，因为我刚刚拉长衣柜拉得很长很长，是为了让别的公司的同事羡慕。
说我们公司有演唱会。好，对，那对面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很嫉妒，对，就非要一直往这里看着，对，来这一招，对对对。对，2008年听说来过一次，现在又来了一次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刚刚才知道说，哎，算一算，我在这个公司从2008年到今年，我也来了，我上班上了7年呢。我比很多人都还。对啊，比我那甚资深员工啊。对啊，他刚才我嘛有来。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，郭先生只是个工读生而已。啊，是哦，总经理工读生，好像比你早几年而已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找我这么几年了，然后现在生意做这么大，真的是，真的是不亏我们这种员工，很厉害，能盯这么久。现在这种时代哈，上班三两年哦，走人了，挖光了啦，真的，不管是洗阿拉阿的爪草的，不会啦，这边。我看底下的都最少都待5年，上5年以上，人家制度这么好，绝对的啦。你刚刚明明说这个是没搞头才留在台湾，我老公知不啊？你不喜欢哦，我是2008年来，我只是说2008年来的时候依然是这么光这个光景。明人不说暗话啦，大家有混头，我们也去大陆发展了，在这里干嘛呢？中国。因为呢，我们家有小孩、老人呐、啊，走不开啦。对对对对。怎样？那个祖坟也拿不走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那种吃里扒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天都拿那个健保卡，生病了就会回来。我也不是那种人，对不对？说得好。想拍手就用力拍手啦。我不盖你，我刚刚真的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台湾的精英就在这里，精英哦，精英哦，对，精英，精英，而且看起来平均年龄都很年轻，都很年轻。本来就是年轻的公司啊，本来就是要有那个 power 的那个群体。大家那个举起右手，跟着我发誓，本人干嘛要去？以至诚之心。此生将留在台湾，永不背叛我的祖国。这么沉重啊？这怎么会沉重？还要发展到爱乡爱国爱国民？对啊，爱我们的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哪一天这个公司发展到美国怎么办？哦，你说对了哦。发展到美国，美国对啊，万一哪一天公司发展，就表示说美国也不是对手啦。对啊，那势必要，对不对？反正一切都是好事啦，好、哦，大家来举起右手来，打一下招呼就好了。别惊，别惊，别惊！怎么是现在人都很宅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变得三心两意。对，这边的朋友，这里还有不是朋友，那里还有位置可以坐。那个、我在电视上看过，那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发现频道那个企鹅。企鹅怎么样？站在寒风中的企鹅，这样，等这样去领肉吃，啊，像不像 ？OK， 如果全部穿黑白的，就是企鹅。这边还有位置，可以的话，当做自家人。我还真的看不出来那个是什么名堂哎，好像排队也不像排队。然后这寒风中消瘦的企鹅，他们也不是要领烤肉的，也不是要做什么的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但是到底也没有人要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。唯一可以确定是同公司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是啦哈、哦。我是想说，会不会是隔壁公司来的？同一个公司的都会内争明争暗斗啦，那根本就是心怀鬼胎。是哦，不同部门哈、哦。来来来，好了，那看老板恭维。不是的，他们本身好像也没有在看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望着那个方向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，我从一上台就哎，奇怪，这一群人是望着那个这个肉摊，整天都没有吃饭的感觉啊，真的好像真的典型的过劳死跟宅男。赶快唱，赶快唱。他们吃饱了，自然就会回来。
好了，对对对对。Let us on it! Let us on it!
有点心虚，怎么了？因为人家爱看姐姐，而且这个歌编的根本就是谢金燕的歌曲，一直妄想我是谢金燕，那如果果然没垮，他们可能也希望是谢金燕来，对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因为威尔森只有这点钱而已。令人不怀，请不到姐姐。你想想看，明年也不一定会来，不是不一定。我们，你想想看，未来数数七年后再来几岁了？情何以堪啊！瞧了七年之后，对啊，七年之后，你帮我算一下那个算术，一三加七多少？哎呦，哇塞，贵！2020一个整数哎，我还唱得动吗？没关系，没有了，因为，这个就是这样。我再来考验一下，还会再待七年的，请举手。我们这样，哇，这谁敢举手啊？真的，我真想骂脏话。怎么可能会有人举手？我都举手了。人家未来，2020年还会再，连威尔森都不举手。哎呦呀！没有，表哥，你说2020年还在吗？还在这里的意思？哎呦，讲话小心。这个就是潜规则，这个就是潜力，潜力就是不说出来。好，对他们不愿意说出来，就是有潜力。当然啦、啊，那你听好不？对呀、啊，我不好笑，不好笑的笑话就是冷笑话。后面有人笑。这个不太了解你的明白呢，关他们的。好了好了，对啊，这个，这个行业我觉得、不是，我觉得哈、跳动的起伏还蛮大的。七年前，这个冷笑话我照样讲过，皆大欢喜，笑得前仰后粉后滚的。哦，七年后讲这个笑话，没有人动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怎么回事。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这一代一定出了什么状况，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。对对，所以不见得是要以言语然后能够说动他的那个。对啊，大家都不喜欢，可是唯一去吹风谈恋爱，唯一不变的从视觉应该可以认得出说，哎，姐姐比较好还是表哥比较好，这样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、好了，表哥继续唱歌，那还蛮恭维。我紧我紧，我刚刚一听有客，一起传到球场。热情，两个表妹，表妹来哟、来哟、尽量尽量。Yeah.
清了一个事实，真的是在领烤肉啊！真的，没有烤肉可以吗？你跳舞比你唱歌比他们还不专心，你真的饿了。原住民太爱烤肉了，欸、对，只要有烤肉哈、哦。原住民只要看到烤肉跟飞鼠，还有山猪，马上就抛下手上的麦克风直奔而去。啊，阿旺先生已经是很有控制力的人了。他对着烤肉，我比较纳闷他怎么烤的啦，有没有食板？就是花钱叫人来烤啊，一切都是这么处理的。你觉得呢？嗯，好了，好，而且他们烤得很着急，是吗？你跟他撒泼你啊？对对对啊，这应付这多人，看起来是不简单，真正。这是有牌就有就可以拿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安尼。哦，只要去排一下就可以了。别的公司的拢走来，一半是别的公司的啦。无啦，拢干公司的啦。这个烤肉的先生呢？系啦。明年不敢做这一摊了，太可怕了。这会不会晚上回去会做噩梦？你看，持续还有人进来，然后拿到烤肉的时候节目结束，怎么办？阿那边要怎么办？加长。我们要加长了。你看。我们讲什么东西都没有反应，我只讲两个字就有反应，我们就一直讲家常就好了，还不容易。家常总该有一个，我换个词儿，弄长，弄长，怪怪的哦，好，弄长，对我，你无所谓，反正呢。也不坐高铁，台北很近，人影影无代志，最近都无什么 case。搞不成，今日弟弟也要困去。伊在都已经扶着了，都忍耐很久了。但是，对啊，从小就给他洗脑。对啊，有点吸毒一趁早，临老入花丛是很不好的事情，我真的是觉得，你看他刚刚烤肉的样子，哎呦喂呀、啊，他刚刚昏昏欲睡哦，他拿到烤肉这样，他真的饿了，他等很久了，饿了哦，一定等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还好还好，好不容易拿到修订的你的烤肉。嗯，谁无父母谁不吃烤肉？对，我觉得他也不会在乎我们是什么团啊，因为他的父母亲一定觉得我们是五月天。
我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他老婆还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五月天那个长得黑黑的好帅哦，那个是怪兽吗？”结果呢，他老婆就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你别气呀，黑狗败啦，靠呀，为了么乱撩撩啊啦，给断了啦，狗败对起嘞，狗败。”Bye-bye.
受不了呢！来，马上给你去给他处理一下。嗯，这我刚刚想到一个办法，连那个干冰都是烤肉的口味。你想太多了。哎呀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经常会做噩梦。对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想到一个招式呢？连那个卖咖啡的红茶的，我昨天去买一个红茶，突然他跟我讲说：“恭喜先生，你中奖了。”我操起来！我买一杯大红茶，怎么有中一杯小红茶？他说：“因为我们电脑说你中奖了。”不是得机。他为什么不今天早上就用电脑处理一下，大家排队呢？啊，你恭喜你们做电脑哎！啊，成也电脑，败也电脑，就早上起来直接按公司先后到。早餐不是早餐，那个打卡的顺序领牌哦，对呀、啊，你说我就不用站在那里站老半天啦、啊哦。我知道，我终于弄懂了。就喊号，那明年开始就有。来宾66号王志明，你的烤肉好了。对对对，这还蛮有效率。来宾67号，阿旺你烤肉好了。不错哎，不就得了吗？不错。干嘛要站在空中像只凄凉的企鹅这样子？对啊，走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这样子没关系。来，下来这首歌呢，为烤肉的这些人唱吗？是世界名曲，我来处理。你慢慢晃到烤肉区那边，以那个原住民的角度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加速烤肉的速度。不行，他老板一视同仁。等我拿到烤肉的时候，你们都已经走了。不是，你们都回家。加速烤肉的速度，而不是加速什么一切的，只要烤肉尽快这样，因为你可能没搞唔丢，因为照讲我讲起，也是原住民烤到烤肉，他们都蒙着脸，我看不出来是不是原住民。虽然他们说他们都是原住民烤肉或铁板烤肉、石板烤肉、什么烤肉、什么飞鼠烤肉都是假的，都是汉民族。他民族最奸诈，连烤肉都抢占了他们的风头。你去看麦啊，还好没有贴原住民石板烤肉 ，OK 吗？有可能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周旋烤肉的问题。我去研究，怎么样？充电一下，我去研究那个烤肉。我也充电一下，我也充电一下。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
肥，你来行的啦。狗。
这么拼命，哇，我退步了，怎么会呢？都是烤肉害的。哦呦，香了哦。我这有没有弄长？不是17吗？事情，怎么变这么短了？刚刚几小时？才11耶。11耶，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呢。都是烤肉害的啦。结果烤肉是怎样？太香了，那个牛肉。哦，是人在烤的。对啊。那不换你看看，试看看，你好久没来这一下了。我可能也更不行。你来，因为太香了，那个味道。我是一小节哦。不行，我自认这个没办法，因为有烤肉的影响，完全不行。各挑两个未婚的上来看看是不是烤肉的问题。他们怎么可能会拉长呢？啊，有可能吗？而且就是这么香的情况之下，哎，竟然都没有胖子呢，哦，很难得哎，对。一个公司的陈设这么整齐，这个对，这个公司很对，有没有自愿的？健康自愿的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在学校念书很会的，男生说，哎，那个同学会这一题吗？我的，对啊，不是建国中学的，就是一个成功高中，没有师大附中，没有师大附中都是五月天搞乐团。对，建国中学要不是这雌雄不分的，对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告他这样一文一赢，对，一文你在骂他，他还无动于衷。一文克可能会比较对哦。有没有自愿？自愿的有奖品哦，烤肉一串，奖品就是两个阿姨各亲两边一下。怎样？两个阿姨，我是讲扫地阿姨，不是你的。有没有自愿的？没有。嘴对嘴。只有他，只有他。条件越苛。只有小阿龟，他很敢，知道吗？都跟你讲，这种公司他一不太玩这种游戏，就让他玩起来啊。不是更精彩吗？啊，人带不起来呀、啊！这种就是闷骚啊，不是带不起来，是我们能力不够。大家就眼巴巴的看着台上这样啊，那就是闷骚，他这性子快忍不住了，真的，他们每天都想去杀人、分尸之类种种的，然后把妹妹的头砍掉，带到包包里离去的。就是这种人的行为，严志明绝对做不出来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原住民只有把吴凤的头砍掉而已。我们只针对穿红衣服的吗？你看他们呢，可恶，无动于衷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烂学校的。我今天得到这个机会，可以修理这些资优生，我一定要好好的修理一下。哇，怀恨在心这么多年，真的看到了，看到建国中学的，马上飞踢。是的，从彰化踢到台北市的，没有错。哎呀，怎样？哇，有建国中学的吗？一定有的，一定有。你刚刚承认。啊，成功的也有啦，应该成功中学也有。成功很多了，一定很多了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成功都小时候都偷烟，搞不好都新竹高中的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没有人愿意留在乡下。不然就是南部上来的。对，这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雄中的，台中一中的，会不会全部是阿拉嘎？搞了老半天，搞老半天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对呀、
这是湖南的乡亲啊，全部是北京大学。哎呦，哎呦，白搭、啊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你吹的。这怎么面对这样？啊、因为我是想说，是因为你们中秋节没有办活动，是因为风太大，然后来补办的，对，风太大，所以大家我们引擎一热起来的时候，风又把我们吹凉了、嗯，真的，我那个汗一下有一下没有，你看看，对呀、啊，那讨厌的地方，这种地方就是很讨厌，这种地方除了做米粉以外，还有什么前途呢？不是应该。应该叫老板不要再烤肉了，把人集合来这边来拉场。他明年不会再来了吧？他明年不会再来了。老板也受够了，老板也受够了，大家都受够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只有风跟米粉而已啊，还有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天使那个工啊，不然就是讲两句客家话了。来了，来一下日出了。啊，好了，唱一下，我表示我们。表示一下，我们也有能力，不一定要靠小姐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来，那好了好，唱一个客家歌应景一下嘛，新竹嘛，好来，没有。客家歌，客家歌，我是小酒神，我是小酒神，太闹的歌，太闹的歌，这就是你，这是你的歌。
啦，来莫醉啦，啊，沙滩沙滩。情何以堪啊，原住民看到烤肉然后没有吃到，这间烤肉店应该改名叫做炒烤肉飞赵那杯。对啊，好了，2013草地音乐会，对啊，全部都唱完了，多谢感谢帅哥美女拢在你家，都唱完了，拢在你家。叫安哥伤老啦！啊，这条我拄咧唱尔，你都喊安哥。我讲，哇，你嘛较内行了喂。这个是前奏而已，你喊安哥。这个你要唱啥？你可能要唱。你那个烤肉的先生，你不要跑走。来押韵哦，来。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伯你，谢谢。你卖讲阿伯哦，那是一个像超人一种的哦，有披风哦。小朋友比大人们还懂事，将来有希望。新竹县长高大伟啊，真歹势，那不是烤肉，那是烤豆干。诚意到了就好了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弟弟，谢谢你，我是明雄。爸爸要回去交代一下，到底是谁？谢谢这位弟弟，轻易的多干啦啦啦啦啦。如果开车在路上看到这种标志，真是太棒了！小心小心，超人先出力一下。这个爸爸妈妈教的。是喝到不想喝才是拿上来。人家挥兵安个安呢？那你是要来表演？表演剩一半给人家的。表演怎样？假装喝很多，全部留在水沟里。对呀、啊，
好浪费哦，我猜人的酒。我有练过。哪有浪费啊，表哥。这个啤酒有螃蟹的味道。他们刚刚那一桌被捞起来的。对啊，他们刚刚那一桌的小溪旁的。马上给他处理掉。这是我参加过最忙的演唱会。中午还要吃烤肉，还要喝啤酒，路人盯着我看，好窝心的，好窝心。哇！真的，所有演唱会就是有了这一片豆干跟那一杯，画下完美的句点。所以在这之前，一切都是骗人的。这才是金甲台湾的竞争力。真的，不盖，谢谢你，我都靠这一招，自己招到大陆去横行，就是雕虫小技。我告诉你，台湾哦，那是选吴宗宪当总统，林志玲当副总统，诸葛亮当行政院院长，台湾绝对充满希望。真的，因为阿拉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干嘛。对，这个办法还挺不错，听起来还挺不错。我告诉你。长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呢，他们都是好国民，为什么不能竞选呢？如果他们要竞选，我们就给他卡台。真正现在选的政治人物呢 ，Too goddamn serious， Don't you think so？ 你看习老板长得服服太太，哎呦，不如派熊猫来，真的不盖你，尼克强先生。Too serious， 一切都是清华高材生。那台湾呢？老是派哈佛的出去跟他们跳拖赌，不好。金奖，我们要选那种什么昆山科技啊，好学校，中华工专呐，好学校，彰化高工汽车修护科，汽车修护科。刚艺校，对不对？那我出什么学校的？我没念书，没念书。李小九，你报告一下你的学校。没念书，靠主流呢。人若有听过，我给你喊。当然我听过。强助中学。什么？强助中学。强助不是打篮球呀。强树是刻在那个山壁上的两个字，跟那个勿忘在即金钟罩火是同等词。强树中学是拿来刻的，哪是拿来练的？好吧，所以请问你的学校是什么？华中私立公益家政，我是学家政的。华中，华中。你绝对划走啦，百人操我们学校还出美女耶，真的，大家都知道台大无美女啊，台大一位都出美女，越南的学校又有美女啊，华州，我真正探听一个屏东，一个华州，谁还跑到屏东去探听啊？我不懂啊，我生在屏东，我不可能会跑来台北念。你为什么？你不是念书？奇怪，你为什么不来念建国中学呢？太远了，真的。哎，那个时候，爸爸骑摩托车到恒春哦，就已经很远了。对，就已经很远，就已经很累了。我想说，哎，找个学校在屏东，找个学校念就好了嘛。这么容易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叫你爸爸骑三天三夜骑看看啦。而且就念到建国中学了。对了，爸爸坚持不够。乖爸爸，怎么可以乖爸爸？我们唱到哪里啊？我都忘了。刚那边是不是有加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晕晕的？晕晕又撑撑的。奇怪呢。
还有，话说回来，真的，如果这三个人同意，他们要当行首长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选他们就得了？因为呢，这十几年来呢，选谁都选不对，没有选对过，干脆就乱选嘛。啊，无啥差，至少得到一阵痛快这样子，这开心嘛，嗨心对不对？那个换选一趟还开心，哈哈，我故意选错的，哈哈，还不是对他们期待很高，嚯，捶胸顿足，气气的。不然这样，我也有一个想法，不然哦，这个政局归给原住民来管理也行，真的。不如选一个原住民总统，他马上独立给他起来。中国这一方面吗？能拿我怎么样吗？不行，要拿我烤肉啊！每天烤肉，这个国家哇，好嗨桑嘛！我已经想好这个国家的名字了，台湾烤肉共和国，怎么样？台湾。台湾烤肉共和国，对对对，厉害了，这里跟演艺边啊讲，你他不离个阿婆，迄个烤肉是边啊讲 ，barbecue， 你他不离个啊 barbecue， 你台湾的是卡，的是卡，无所谓了，总统的是第一副房阿爸，对，我的政见就是。烤肉，烤不完的肉，好赞，真的，对。那我就当你的副总统，我的政见是啤酒，每天喝不完的啤酒。大家赞，怎么样？我们已经有一票了，那笑了，过来。我们已经有条啊卡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庄脚了。我先派弯到统的新竹地区的。来，先来，先这个处理一下。哦，这无登山怕未赢哦，拢唔知咱的实力。要登山吗？我讲无派咱的迄个。无登山，酒量最不好的。青山巧德，来，结婚没？结婚没？还没。电话留下了，干了，来，当然干了，来温州龙崇拜，要不要聊一下天嘛？怎么一直喝酒？对啊，人家一杯你两杯起码，再跌呢，对不对？阿壮，来 ，OK， 来真和气，来。老夫老不能过来啊！来，没，哦，啊，赶紧，都派结婚没？派这个不会喝酒的，不要啊！这摊大摊的哦，安尼照唱，照看唱到天光去。你的，好啊，来。哎，帅哥，你的酒友在呼唤你回去呢。他说只剩这一壶了。啊，剩这一壶了，等一下没有了怎么办？啊，那今晚是被来拖多的，对不啦？等你，进来，是你公司的吗？讲到恁酒吼，大家拢足有兴趣安尼。哇，这个国家有救了。真正，而且这个公司是真正慢热呢。对啊，他今嘛在一定要对啊，一定要这个、这个时间，我都已经练皮了，你搞我什么？来，好的，来。立刻来！哎，这个水壶很好用哎，站在这里喝酒好像不错哎，想吐还蛮方便的。谁在你？你给封门一下好不好？你给姐，没有了，太快了，来，大家上来一下，上来一下，你来救他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喝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先举一下嘛，来哥，给我一点了，确认一下了，是不是这个公司的？
班呢，上夜班悠游卡，对啊，还要加班呢，还要加班，对啊，这个国家有希望了，你看，这公司好好哎，上班可以喝酒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一般呐、啊，对 Wilson 来说呢，只要那个成绩达到了，不是业绩哦，成绩跟业绩不一样，成绩达到了。你要怎样？你倒立进来上班都可以。这是制度，对不对？这是新时代的逻辑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责任，对啊，责任制嘛，对，实际，不是不是每个人都能。OK OK。麦杯叔叔帮我喝了。OK。表哥喝不死。大哥，不要，你们先聊别的了。表哥的那一杯不是？好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小朋友，叔叔有练过啊，不能行啊。哪一家公司的啤酒？今天正好中秋节了哈，大家放开来喝了。今天当作中秋节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又拿台湾啤酒来给我们喝了。对呀、啊，台湾啤酒从来没有找我们代言过。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喝他们呢？你喝得出来是台湾啤酒吗？他们说的 啊，是吗？是台湾啤酒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找那个人，那以后台湾啤酒那个太后呢、啊，太皇了、啊、什么的，那个每个还不是中风的、痛风的，完全不会喝酒。啊，只会死去对路上面喝酒。你们公司有这种部门的吗？替酒的。这么好哦！哎，这两个真正是恁公司的吗？真正我渐渐开产生怀疑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个我们公司很好喝的。有啊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你快点，点点。我说这位啦。阿爸，你敢了有在听？听着阮用心唱的歌声，不管落雨天，也是风台日，阮是走甘有下地人。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个外口真正百年，冬的南国，冬时的酒桌，为何你真正走进烟堆？一起来。
了。